脑化。我怎么感觉猪脑花这么看有点像小乌龟？这么看越看越像。我老公给我做的创意菜。说好的拉丝呢？不说拉丝吗？不是拉丝了吗？丝儿呢？好吃是挺好吃，我老公说拉丝大肠，这回实打实的拉丝大肠。你确定你放的是芝士吗？他好像写的奶酪片是芝士不？亲切。好不好吃是吧？好吃，我又不拉丝。好不容易拉点丝，还得靠大肠自己。贼烫，烫手。大肘子，刚出锅的。
肘子太大了，外边的皮儿凉了，里边还热呢，烫，烧嘴。